现在没有带。对，那叫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公司？风和，风和，哦，风和，风和，是啊。今天临时跑出啊？对，什么都没带。那么我等一下粉丝页那个拍给你看。你给我先嘛，你给我先嘛，你给我已经动了。嗨，大家好，今天要做 MIVO 三平台直播，应该是说四平台，可以跨到四个平台去。余正燕，哎 ，Luna， 风和国际，风和留学，然后就是分散加拿大。丰富的丰，对，加拿大嘛，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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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方向不就是这个？还是你不知道？刚才太急的时候，耳机这样会没声音。那是不是开了之后插个耳机，让声音不要叫？因为我们现在是 MIVO 透过 Live Show 然后出去的，那所以声音呢？你要听手机吗？哎，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风和国际风和留游学的 Luna， 请进来。小可爱哦，看那边。哎，这里吗？哎，在那边。Hello。啊 ，Luna， 这个职业，他们是你们主要做什么？哦，我们主要是在做加拿大留游学。留游学哈、对。留游学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一家公司有没有到当地实地去参与跟考察，很重要。那有的是出张嘴的，或者是卡达洛古留游学公司那种不用考虑，人家怎么干你知道吗？人家是当场带着设备去采访老师。对啊。去实地勘察他的状况，那都要下资本的呢。哎，不是一般的那个留学公司，那拿张卡达如果欧北交，啊，明明就无去过，讲起来跟他多爱呀，关感觉。对啊，因为我们都有直接去，我每年都会去，所以要带大家一起过去。他们就是会现场去了解那个留学的，先帮学生体验啦，这样讲比较快。所以说，不是一般的那种。买空，然后出张 DM 就在那边捞生意的公司，对不对？这个我很了，为什么？因为我送我女儿出去就是这样，我被催，我麻烦一大堆。但是找到这种有信用的公司，他先看过，实地参与过，去了解老师的品质，留学的品质，游学的品质，还有学校的这个风评各方面都去帮你先过滤好了。那如果不找你们，会有什么下场？你知道吗？看网络的都没准。对啊，还是要实际上真的去看过，比较知道大家的问题啦。对，露娜这边呢，专门在处理这一块留游学，有吗？
那如果 OK 的话哈、哦，你们可以找露娜，露娜的公司是风和国际哈、哦。那他们现在呢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到各个学校去，去访问老师，然后建立法、啊、老师的这个资料库，然后让大家知道口碑的重要，没有错吧？对啊，我们这一次要去的是温哥华，那去年去的是多伦多，我们想说把就是加拿大的城市都做起来，让大家就是比较多选择，也都可以直接看，会更清楚。而且一件事情哈、哦，这些都下重本了，加拿大物价那么高，那么高，价贵大贵，各行拢贵，但是呢，你若家己去买看卖。你家己去考察看卖，你看无啦，对不？真的看无，要专业的来，人家专业的帮你分析，看得出东西，人家的品质跟好坏。那那个棱棱角角呢？我去用一下，再给你分享。先抱着，我没声音哈、哦。那这样就有声音了。好。现在三平台直播 ，vivo 三平台直播第一次测试中哈，那么有直播走遍天下，没直播寸步难行。那刘游学呢，一样也要走入下一个境界，就是媒体行销的时代啊、因为单单过去就让你看看 DM 那个时代过去了啊、没有影像的这个记载呢，你很难去融入那种情境，那要下决定那就更难了。所以刘游学也进入一个，就是要去采访，要去建立影像资料库，然后还有这个体验的，用视觉体验啊，来做跟消费者建立引导关系，对不对？对啊。嗯。Boss 很会胡乱哦。没有啦。不是胡乱，我是 Boss 很会讲话。那我的意思是说，Boss 会讲话的原因是说，喜欢用一些比较亲近的语言啊。那所以说 ，Boss 基本上是比较常常在做一些这个访问的、啊、哈，所以说你们的东西基本上我马上就能够听讲出来。我的意思是说，我才跟他，因为看人做事情看得出来嘛，他真的很仔细啊。他每样东西呢，我不是在夸你们，你听我讲，听我讲。一般客人看一看，好好好，但是他是真的都去试。那也就是说。他去做留学考察，他也绝对不是走马看花，因为他来这边看东西基本上看得非常的仔细，所以说他会去考察出来的资讯呢，基本上我觉得，不要说我觉得，我刚刚看他们两个的做事，我觉得他的考察是能够信任的，因为他以为他在欧北看、哦、然后给他呢，他也还不放心，他要试一下啊，所以我相信他们出去帮你做的考察所建立够起来的影像资料准确度应该是会蛮高的，所以说呢，访问或者是考察这件事情，看那个人的平常的态度，就能知道他的东西呢做的有没有确实。所以呢 ，Boss 这边就是跟他们聊着聊着呢，发现哎，其实这个刘游学呢，整合现在的这个媒体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可以做得更加仔细。那我刚刚我们就讨论到了第一个。我们要把人拍得有精神，然后要有气色，那么光线就变得要配合一下。那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不简单的。那我们的装法很特别哈，今天用的是 SP 鸡蛋。你们两个会在一起弄吗？会在一起弄的话，就是补光跟不补光都可以。但是我会教你一个补法，就是说，让你可以一只手就补了，一只手就可以补。补一个大灯，补到一头大都行。首先，这是 SPG Live， 今天刚出海关的66666，你顺我顺大家顺。那个 ，我刚刚这样子，我们其实才刚见面啊。我刚刚这样子介绍到几层重。其实我觉得都还蛮准的、啊，因为我其实以前就是自己去加拿大念书，然后一开始就是接机的人给我放生，然后后来我就找我自己坐计程车，自己想办法。放生就是放叫的对吧？对啦，有台语是安尼讲无唔对。一个女生人生地不熟的，被人家在加拿大放叫啊，这就是一种那会不会差到？事情遇到就是要面对啊，所以，你不要说女生，男生都会抓死了。对啊，然后就想说，那你那时候语言已经通，还可以通吗？没有，我那时候英文蛮烂。你几岁？几岁？
现在超过三十。我说那时候被放生的时候。那时候26、27吧。那还好啦，26岁，如果说是刚毕业，还有点历练，还能够挨得过去。幸好还可以。天哪，小女生可能你在那边报警察，吓到哭了，吓到哭了，真的真的。是有可能的。好，那首先电池装上去之后，你的手机来，我们要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做一个好的采访收音跟打灯，还有重要的广角镜。那你手机设好哈，然后，直播会用到吗？或许应该会，这是趋势啊，因为你放影片哈，它没有推播功能，那没有推播功能呢，它自然就是收视会比较差一些，哈，收视会比较差一些。来这麦克风哈，因为他这个是要去枫叶国家，我给他金色啊，带金回来，你懂吗？啊，国内给你银色，纯银。这样好处是你转哪里，他哪里都有。怎么调呢？而且下一个好处，一下，然后把它调过来，过去按到。隔离分成两个啊，一个就是充电，然后再来灯光哈。灯光的部分呢，我其实还有原本是要改另外一个，我后来是这样装的，原本这边我是装一个那个LO。不是 L， 是光的。这样的灯有了，收音有了，再来要处理的是另外一件事。因为我大部分我那一颗是16米，所以我不会剪，我剪错坏。那个90度，麦克风欺骗线，你的不能这样用啊，你的这个是卡机的。要稍微挪一下，卡得很厉害。你是说这边吗？嗯，我卖的很好。真的。啊？来，我们带收音看看。好，先摆在这边。好，初步这样子到这里来，再来我们再补一个东西，叫做 O R E A。这么窄。开灯的时候。到了。其实那个如果要办手礼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好。上次我出国的时候拿广角镜啊，然后每个学校代表都问我说怎么来的，然后多少钱。加拿大不流行这个。他们看到觉得很先进，然后问我这是什么，我就说哦镜头啊，然后真的假的，然后每个都在那边试用，然后自拍交朋友，都很好用。镜头在那边呢，对他们觉得很炫。我们这是罗本腾，罗本腾都有的东西哈。啊，那这样的访问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哈。然后记得哈，按三下。我在打扫啊，这螺丝它四分之。好，我们先介绍自己，介绍完了之后呢，这里有点没有中，记得很好对。下午有打电话来订1台机。这边对好就可以了。正中央的，好。好，对好之后就会漂漂了。那待会记得我教你改邪归正。哦，在 SPG Line 吗？现在这个弄的好像是那个阿帕奇直升机啊，飞弹有了，然后雷达射控有了。好，那现在拍自己。那么应该是我们三个人都进得来。那有时候访问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麦克风有对上它，镜头三个人都有，这是一种处理方式。那这种处理方式是基本上你要很熟练，因为你看不到荧幕。好，那我们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再把它建立一下。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自拍式。那自拍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镜头通常解像度会稍差些，前镜头，但是也没差到哪去。哦，好，要当中心。这样声音是够的，有进去，这样会进去。啊，进来了哈。
这样比较拉远。哎，真的进得来耶。好，那我们要自然，我们就利用这送你的这个终身保护三脚架。你们两个记得哈，如果吵架的时候不要互相骂对方，这个拿起来折，发泄一下，然后折完三只通囊气都会消，再拿过来换，啊、哦，不用钱的啊。哦应该是不会的，开玩笑，或是不能一天到晚教学，那样也会乱没梗的哈。来，那三个人进来了，然后声音在这边，我们来录一下他的结果哈。好哦，稍微再帮你调一下。好，大家好，我是 Boss， 这位是 Luna 的这位是 Peter 哈。那我们现在呢要介绍的一个游学节目呢，就是来去加拿大，啊，枫河国际是不是？枫河留学。枫河留学哈，你看枫河留学哈，Boss 日理万机啊，能记得有限，那没想到还让我记住了前面两个字枫河 ，OK， 枫河留学。那枫河留学这边呢，主要是做加拿大，还有哪里呢？加拿大跟美国，那我们加拿大为主，是是。那在那边的留学，通常就是说，跟美国跟加拿大的留学，他们两边的费用哪一边会比较贵？其实是在美国会就是蛮贵的，大概就是光汇率就已经8折7折的差异了。是是是，去加拿大比较便宜。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加拿大留学，你对于这个台湾现在的留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啊，因为有很多人他都会担心说自己英文不好怎么出国，其实说真的就是因为英文不好才要出去。是是，我有个建议啊，去中国城留学。好了，没有啦，太烂了，太烂了，不行啦，出去就是要把语言建立起来，你还去跟人家讲中文，那不笑死人了。那对啦，反正出去就是先把语言给弄好，那语言学校是第一关嘛。对，然后就是在提升专业了，我觉得提升专业蛮重要的，有一技之长就走遍天下。是是是，一技之长走遍天下。好，那到那边最起码你语言也是一技之长嘛，对不对？哎、欸，现在是 TOEIC 还是一般的那个考试，英文考那个简定多益还是什么？哦，其实那个多益是在亚洲国家比较流行。是。其实如果说我们出国的话，通常都是以托福或雅思为主，这种比较能够建立起那种各方面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都比较看得出来，因为像多益啊，其实考出来有时候会像假的，是因为他的那个说跟对、啊、说跟写作都没光说，叫做光写不练。会不会可以这样讲吗？可以，也可以，可以这样解释。下就搞，各位讲的人跟他 A 搞，会是这样。多益分数好，不见得厉害，对不对？对，也可以这么说吧。有这个事情，就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英文老师啊。英文教得很好，外国人来的时候不会讲。我们那年代的英文老师，那现在再来就是说，我们去这样讲好了哈，你给年轻人一个建议，预算啊，我去游学跟我去留学这两件事情，啊，他的预算分配跟自己该准备的钱怎么样子？抽屉这两个还是可以用。这位卢董呢，我们在直播。你去问，那先留着，先留着，那是好的。好，那再来就是说，你待会录影提醒我，帮你升级成单眼，你会发现，你会看那控光很糟糕，黑黑的、暗暗的，那而且会飘来飘去。待会提醒王董，叫帮你升级成单眼，那么就是把它第一个定对焦，第二个定光圈，让它不要飘来飘去的。哦，如果录影的时候，好、哦，这个部分很重要，大家帮你弄好。那我们现在测试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告诉大家，我们在这个环境其实后面很吵，后面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厅，大厅旁边就大马路，那整间屋子都是人。这么吵的情形之下，我们用这只小只的麦克风呢，看能不能达到你刚刚那种更好的效果，应该是可以，因为你那个空间感好大。主音也很强，主音也不够强，之前录的。那今天刚刚现在这个录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记得拔掉。好啊。不累在哪？
大家好，我是 BOSS， 这位是 Luna， Luna 的这位是 Peter 啊。那我们现在呢要介绍的一个游学节目呢，就是来去加拿大啊，风和国际是不是？风和留学啊，你看风和留学啊，BOSS 日理万机啊，难记的不限啊，没想到还让我记住了前面两个字风和。原本在那学校录的那个风主要是做加拿大。那我们刚刚这个距离目测距离大概是120公分左右，也就是说我会觉得你距离也不是问题，因为已经这个距离就是半身了。那你要最多在，但是我们主要是那个 banner 嘛，那 banner 很重要。我会觉得你可以有个方法技巧，就是人前面一点，因为我发现人都拍得很小。那其实我们华人在看老外的面相的时候，会有一种专业感。他头可以拍大一点，那 banner 在他的后面，所以把距离 banner 人，那让人有半身，那么那种画面的信任感会比较好。哦，这是我的建议。然后再来，他靠人拍半身又靠近了镜头的时候，声音也会饱。然后再来就是。banner 的呈现最完整。哦，那你刚有一些构图其实蛮可惜，就是他头长在缝上面，啊，长在缝上面，就像这个样子，这叫头长缝。哦，懂你的意思。你要把位置放对啊，要不然像这个位置其实是摄影这位置是错的。那我的空间实在太小，这个叫错的，这是错的，千万记得，你有几注意这个现象。好，我再列病。那有空看 GoPros 的摄录影概论，你东西会比较，不过影响你们弄的东西蛮稳的，蛮稳的，就是构图还有辅助怪怪的，怪怪的，但是没有什么错误，其他没有什么错误，是可以更好，好，这是我的建议。然后再来忽明忽暗嘛，这手机的程式到底要想解决吗？想啊，当然想，让我解决一下。这个真的，如果用手机拍这些东西，要不然很不专业，那忽明忽暗的，啊，还有焦对来对去，其实阅读看的人也痛苦，再来看起来不专业。那不专业的处理，相对于你的资料的考察的。那个信任度就有会降下，待会帮你弄整只手机弄得很专业，把那些单眼该有的功能都把它弄起来。好啊好啊，谢谢。这位卢董啊，我们在直播。刚才这位卢董呢，声音特别的有力。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把灯打得猛猛的哈，这是一种打法。那再来呢，看哈。这个我们有几种情况，光线够的情形之下用小支的就好了。然后呢，这个灯打下去有一个对于被拍摄者有一个引导作用，他的视觉往那边过来，哦，他比较知道你要往哪里看，哦，这是光够的。那光如果真的不够，有些学校看阿美威哈，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哎呀，忘了跟大家拉迪赛了哈，拍谁拍谁，顾着忙哈，祝大家这个鸡年三朵花哈，有钱花，随便花，拼命花，好，祝大家新春三朵花。好，那这个灯呢，记得，这个灯太猛了，哦，七月的时候很好用，但是呢，记得那个描图纸打一个抛，或者卫生棉的那个包装纸打一个抛，不打到什么原则呢？打到猪猪看不见，猪猪看不见，你贴着它，猪猪看得见，效果就不好。乐勋，来，乐勋。我刚才打开过来，对，哪一个？三螺。等等，双，帮我装一个双工。双工，好，露娜，你看哦，露娜，我们不能讲她年纪嘛，但是她讲那年纪的时候，我吓一跳，看她妹，可能个头啦，她娃娃脸。
王总，你帮我拿那个快拆。我帮你装个快拆呢，啊，然后看哈，一个人的时候呢，Peter 通常是你会在他身边嘛，帮他拍吗？还是你会轮流哈？难说了，月有阴晴圆缺嘛。是，好开玩笑。是。没有，有时候那个因为蛮忙的，有时候要同时采访好几，所以可能会分开走。听我讲一个事情哈，嗯，大家交流。如果是工作量的话，你记得东西要越简单越好，哦，不要想说你想达到什么效果，那个弄到最后你都是给我演，再拿一个来，再拿一个，那越简单越好。然后呢，也不要贪心，因为贪心的背后，譬如说我要五个人收音，又要收得很好，准备五支麦克风，然后呢光又要打得漂亮，但是我只有一个人，这种想法是找麻烦。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一些处理上，我可以教你们，就是说我在人少的拍法，一样专业的做法，都一样办得到的。好，那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开始衡量跟取舍，我要的是内容呢，然后还是透过剪接来修补，哦，还是透过一些动画来强调，那然后来看一下哈，待会再拉低赛，这样子呢，也是一种补法，一种光线的补法。那我会比较建议这种补法呢，是用在哪里呢？哈，距离大概是在2米的位置，好，2米的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1、2、3，好，王董，王总，那灯关掉，这灯关掉，灯都关掉。G5呢，在这个位置来。各位G5麻烦不要再过来了，G5已经没有办法再出了，拜托。G5没有办法再出了。好，你看这个光线呢。太硬，好看哦。所谓太硬又太亮的原因，你看，只要背景黑了，背景是黑的，我们的脸是亮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选的不好，能打得过亮过白，可是背景黑掉了，那就是怎么讲，光打得太猛。那你要调暗一点点，让人的脸够亮，让背景不要黑掉，因为他把光线给缩了，缩了背景会死黑一片。那注意这个位置选择的重要性。那从刚刚你那边位置选的还不太差，那么就剩下就是帮你这个设定好，让你能够有一个手机单眼的一个操作模式。好，大家看啊，我们看这边就最准了啊。好，那没有打光。好，面就黑一半而已啊，面就黑一半而已。好，再来，如果这样打会变成怎么样呢？这样打最起码要2米。呈现7.5的状态。但是呢，距离对，然后你这个柔光纸又做得对，有一点那种就是柔光纸做得对，有一点像那个地木灯的感觉。那光线来讲，通常我们不会这样下。这样下怪怪的，好，再另外一个打法，好，再看另外一个打法，好，灯打开，王波，好，再来看这边，王波，你那三个频道都出去了吗？2个而已哦，啊，都有声音吗？声音 ，YouTube 跟哪里 ？Twitch，YouTube 跟 Twitch， 脸书没有，脸书再上一次啊。以后要脸书再回归，不给上了，没有了，那这样还要重关。人客啊，做一个头家要甲心路发怒代志，会叫气死我了，你讲。你啊，一日干要甲你们喊苦，啊，不是无发伊心水啊，一日干拢安尼不？你有看我们直播吗？
然后看我一天打针，在被他气到脑中血。有客人是专门看我骂他的，对啊，然后我每天都在期待，还会顺便撂别人说他没穿制服，要我再他妈骂一顿。有些客人也蛮坏的。好，这个用法又是另外一种用法，大家跟他讲一下哈。哎，露娜，那个刚还没有讲到，我们如果一般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要到美国去留学，如果说第一年的话，大概准备多少钱？通常如果高中毕业要去的话，第一年是念语言学校比较多，然后第二年才开始才是在那边念大学或专科那些的。那第一年的话，预算如果要省一点，就抓在加拿大。那加拿大的话，一年大概80万就可以了。台币80万，对，也就是7万多嘛，6-7万块。对，然后就是吃啊、喝啊、学费啊那些，通通都包了，还包来回机票，是，可以回来看爸妈。是。那相对就是娱乐方面，你就不要奢望太多了。好，出门在外就是要认真努力哈。是的。不要在那边想讲，搁要去看电影、跳 disco， 你吃个饭而已。因为遐 disco， 遐娱乐不平。那边的娱乐哈，好，这样子拍你看哈，这样过来，应该是这样讲。如果是这个镜头的时候，这样拍光线，你就可以调度它。嗯，好，这是另外一个技巧。好，那你是拍好，我们是拍那个方向，好，讲错了哈。好，现在是拍我这个方向，拍我这个方向的时候，你在那边的那个人呢，就记得这个可以转过来哈，这是可以转的，然后扬，然后光就过来了。哦。现在镜头是看我们哈，那你自己瞧一个位置，这个光就会很接近。好，人在那边不是这只手了，穿帮穿顶哈，利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修正你的那个灯光，好不好？好，用别说啊。那其他的就看你们自己的。那稳定器基本上就是说，你在做一个访问的时候，这个画面做完之后，稍微再动一下哈，换一个角度，能够带到校园景。你一定可以交代 banner 里头的讯息，交代老师的专业，顺便叫老师转身让我看看美丽的校园。好，最好是满山通红的枫叶，哦，看了就想去读书了，哦，那个感觉。啊，有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定卡在一个角度去，再来或者是慢慢的走进去，走进去之后停个10秒，老师继续讲，请他看镜头，你就稍微绕，那你的画面就有一种哆来咪发好的感觉，跟他团队翕的。啊，人家就会觉得哦，这个有下重本哦，一定要用心经营啊。那有下重本的企业才会用心经营，这是一个常态的一个观念啊。开始跟你讲那么多无谓。那这个嘞，这个是。初步来讲，哎，开始你们手拿看看，然后去走路去适应一下。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再来研究。啊，这边我电脑哈，这新电池哈，新的电池拢会无，拢较无电，可以看卖啊。那你拍谁？你们互拍看看，因为我们互相用，那来看看效果。你先用。那先把灯调到上面去。曾经讲过说拿高一点嘛，比较稳。哎，那是走路。哦，走路。哎，先生 ，Peter， 拿高哈，不能拿到上面，因为上面是活的轴。哦，活的轴，拿高一点是这样拿在这个位置，那么走路起来就会很稳。那你如果这样拿哈，它会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圆板。好，原版，那你就好，就会格。那现在这个灯装在这个位置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这样拍。我终于知道我眼睛为什么变那么差，我每天都在看这个东西，让我眼睛转到你要的方向。先练习这样做基本的。然后拍对面，先拍对面。你看嘛，把这镜头调度过来，先拍对面。老师，你那个电池回去。那声音呢？好，我知道。声音其实都可以，范围内这都可以，都会进去。好，小雷，谢谢，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拜拜。
好，来，我们先这样拍拍那拍灯的方向。啊，你被拍，好，旁边，好，待会可能帮你剪个描图纸。好，谢谢大家哈。那今天三平台直播呢，分别到 Twitch、YouTube 以及 Facebook， 用 Mibo 直播三个平台，一机三播三送，好，三播三送。那希望这个今天的这个采访教学呢，大家还能够接受、喜欢。来，需要我帮忙吗？应该还好，你先把灯打开，然后你们边走边采访试试看啊。那、大概是这样子。大概如果说留学的话哈，一年大概是准备个80万台币。那我个人是这样建议啦，不要提供给孩子，要借给他，要用借贷的方式，让他有责任感，要让他归还。好，你如果说提供给他的话，他会不要紧啊，不要紧就钦差他啊，钦差他你就是给开龙回啊。Boss 的观念是这样子，那小孩子不是给不起，是该不该这样给的问题，好吗？所以小孩子要去出国留学，你借贷，但是不要给。完了，我很多学生的粉丝会恨死我，但是你恨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叫承担，好吗？他给你，你要担什么？你就去玩了没？那爸妈借你呢，你就要承担。承担呢，你就必须要付出，好不好？哎呀，够累了。好了，这一节呢，跟大家直播的几个要点，好，让大家看一下东西。在这边，好，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一机三播送，好。日本最先进的 Cerebral 最先进的，目前全世界，哎、王博，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一波三送的机子吗？啊，我们电脑什么都可以，电脑除了不能棒赛生小孩，它什么都可以。我是说这个盒子能够一机三波的，是不是只有它？目前全世界。那我就帮你说了。不要气我了，我真的我要过年，我求你让我好好过个年，不要再折磨我，你就认真的处理。没错哈，王董说没错，就是说以盒子的便利性来讲，一个盒子能够一个讯号播三个地方，目前就是 Cerebral Live Sure X 哈、哦，它可以一机三播，你可不可以给我肩播一下，让我看一下。好，那一机三播的测试该告一个段落，顺便教大家如何利用这个 SPG Live 进行什么呢？进行采访、收音、打灯啊、哦，还有超广角。谢谢大家，谢谢。哎呦，抱歉哈、哦，唱名一下。哎，亚洲建筑网你好，谢谢你哦。建宏你好 ，Jerry 谢谢你 ，ETS 旺谢谢谢谢，旺 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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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 CH。汪启 ，CHIH， 汪启，哈，汪启，你一定是做音响的哈，汪启，啊，汪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声音音控的呢，哈，在现场试音都会汪启，啊，所以汪启你应该是做音响的。哎 ，SY 张，谢谢你啊，几乎每天你是全勤讲的哈。哎，严伟伦你也是全勤讲哈。哎 ，Timmy Cool，Timmy Cool， 360水滴最新版1080p， 哦，没关系，那个王董已经去处理了。哎，冠文，谢谢冠文，好，谢谢大家哈，祝大家今年三朵花，有钱花，随便花，拼命花，啊，祝大家新春愉快。这一趴先停播，那么让大家体验一下什么叫一机三播送，那顺便教大家 SPG Live 的一个装载，谢谢大家 ，Goodbye。